我领养了一个小家伙，这个小破盒陪我接回来好多只小可爱了。今天要接的这个小家伙不太合群，总被同伴欺负，脑袋伤得比较严重，会不会影响智力呀？走，我们先接他回家。出发啦！接回来了，小家伙挺精神的，先给他安置个住处。这一大包是垫料，是这种分解垫料，它就不臭啦。小铲子给它咯楞咯楞翻拌均匀，给它放上和笼子同色系的家具，水碗和食盆都不能少，也是红色的，感觉有点单调。再放点小平台，再放点稻谷穗在上面，它可以飞上去吃。呀，我们把小家伙暴露了，那一起来看看吧。噔，是一只银色的迷你鸡，不知道它会不会叨我。哦，它好乖呀。哎呀，它是不是因为太乖了所以才被欺负的呀？看看这小脑袋瓜都是伤，我刚发现这后面都被啄秃了。它已经成年了，比我们家清蒸和红烧大一些，先让它独居，把头上的伤养好，名字就交给你们啦。让我们一起将领养代替购买，做善待动物的畅行者。